来这里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我先出去一下啊。怎么是你啊？周尔文呢？做实验呢。本来不一样吗？那没事了。没事好啊，没事带你逛街去。我不感兴趣。那里有家新开的西餐厅，也特别的好。特别的餐厅就免。又想占我便宜？哦，哎呦，我腿，我脸，疼，疼死了！能不能特怜心啊你？救救我行不行？扶扶我行不行？特别特别疼，疼啊！疼。特别疼，真特别。我是。您说。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方便提供联系人电话还有姓名吗？啊，好，谢谢。中彩票了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啊你？你懂什么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热点就能让我们开心。热点新闻就能让你瞬间开心，对不对？题材合适的话，我会动心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找周文什么事儿啊？我会转达给他的。没什么事儿了。肯定有事儿。哎，你不会是想找周尔文说改编的方式吧？他